投票结果当然是有输有赢，而花莲立委候选人傅昆萁呢就开心的宣布当选了，我们来听听他的当选感言。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所有能够来支持侯友宜、赵少康的各位乡亲，侯友宜加赵少康在花莲赢了，而且赢超过30,000票，证明我们全力以赴让国民党在花莲能够胜出，因为我们渴望的是让台湾能够社会安定、两岸和平、乡亲安居乐业、社会祥和，让台湾能够超越新加坡，成为人均 GDP 90,000块以上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要跟全世界做朋友，而不要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想我们的国家正走上这样的一个前途，这是台湾人民到底明天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挑战，我们还是希望台湾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再次的向全国我们国民党的所有的支持者表示，我们全力以赴，我们尽心尽力，花莲侯友宜、赵少康赢了30,000多票，还在努力当中。在这里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乡亲跟家人，昆萁一定不负众望，因为全力以赴为争取家乡的建设奋战到底。昆萁在这里也再次对全国的大局来表达，蓝白势必要合作。虽然在花莲我们没有得到白色友军的支持，但是在未来国家的大政当中，势必蓝白要合作，有国会的监督才能导正这个国家不要走向偏颇的方向，置百姓于水火。昆萁也再一次的呼吁柯文哲主席，我们势必要合作，为了守护台湾的安全以及守护台湾的人民，我们势必要来合作。您希望下架民进党，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没有成功，但是未来的挑战我们势必还是要并肩作战，才能够让所有监督的力量能够极大化。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所有能够给我机会能够支持我的所有的亲爱的乡亲，各位亲爱的家人，昆萁会勇往直前，带着您的托付一定奋战到底，把花莲人的需求能够全力的来落实，达成乡亲所托付的目标，我们会全力以赴。即便是总统大选结果不是理想的，我们依然会坚决的、勇敢的走下去，因为我们要保护的是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我们要守护的是2,300,000人的和平安全的福祉。我们绝对不敢出众，我们会坚持勇敢的走下去。来，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为中华民国加油，为台湾加油，为花莲加油，为国民党加油，好不好？好，我们大家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加油好不好？好，来来来，中华民国加油，中华民国加油，中华民国加油，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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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台湾加油加油加油，花莲花莲花莲加油加油加油，我们
们再一次勇敢的走下去，也给国民党加油，好不好？好，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加油，加油，加油，花莲，花莲，花莲，加油，加油，加油，台湾，台湾，台湾，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各位义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最亲爱的花莲，谢谢乡亲，谢谢大家。我先换换手下。好，好，来，谢谢。啊，展现展开我们的感恩谢票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好，再一次谢谢各位。好，我们来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乡亲，谢谢他们，谢谢。好，谢谢。也谢谢所有家人，谢谢。谢谢。我们的感恩之旅线上出发，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媒体的朋友，谢谢。好，我们出发，谢谢，出发，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傅昆萁，谢谢所有家人的支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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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所有的家人的支持，谢谢媒体界的朋友，这段时间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